是怎样？他上次请你的场吗？哎，你们是要去停哪里啊？啊，我们等一下再这样走上来啊。哦，这么远，好，好了，拜拜。哪里？哦，好啊，我是没差啊，我是怕你们不想走了。哦，好 ，OK。我知道是比较贵啦，我知道了。好 ，OK， 拜拜。好，到了啦，公有的。会有位置哦。不知道啊，就不知道。哎，不是要停这个、哦，还要再下去哦。还是他们也是靠导航，公有的找一下，然后看导航这样。对啊。我不知道，他说反正现在就是要去停车场，但是停车场也是有公园的。啊，靠北，我没有领钱。领钱？我只有几百块啊，我也没领。对啊，我忘了领钱。嗯，俺们一点上有上面有全家。在这里，哇，半个小时50块哦，九份啊，哦，最高150啦，啊，就是你最多停3个小时，打底。有车位。哦，是大客车啦，小客车反正最多就150啦。是辨识的吗？对啊，现在几乎都辨识的。嗯，